十五款当中的动感边缘层次。那么这一款发型呢，分区相对而言比较多一些。那么我们整个分区呢，采用的是中性轮廓区，之后呢，我们分一个侧中区，之后呢，我们又分一个马蹄区，两侧呢都是相同的。好，分完马蹄区以后，我们在后半部跟前半部的马蹄区做一个连接，我们整个称之为大马蹄区。好，整个分行以后呢，我们在后半部采用枕骨点到耳底点对角向前的一个分区。那么整个分区呢，大致分为这几块，基本是上下啊，上下两个区。那么整个发型我们在裁剪的时候，整个侧中区以后的后半部我们全部采用跟随修剪法，而整个侧中区以前我们的修剪法全部向后固定啊，我们叫固定修剪法。那么整个马蹄区以下的发啊头发，我们整个采用的是一个渐进技术，而整个马蹄区以上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移除技术。那么这是这个发型主要的一个重点啊。这一款发型也是在经典当中比较复杂的一款啊，也是为我们做时尚发型的组合发型做一个指引和铺垫啊。通过这个发型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单一的技术更加的一个多元化。好，那么等一下老师傅我会从第一区开始修剪啊，我会由枕骨点进行一点放射分发片啊，整个底区我们用到都是渐进技术。好，上边我们会采用移除技术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由第一区开始修剪。首先呢，我们从中间分开，将头发分成两半部。之后呢，我们由枕骨点采用一点放射，放射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片采用45度提升。好，那么当我们的发片偏向于垂直的时候，我们的切口的斜度将决定我们的发量。如果说现在老师把整个切口剪得偏轻，那么我们的发量呢就会向上走。如果老师第一区剪的切口偏内斜的话呢，那么整个发型的重量感就会向下走。好，另一侧我们以相同的方式裁剪第一片。好，以相同的方式将新的发片提升到45度位置，将头发以另一侧为引导线，好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一点放射剪新的发片。好，以同样的方式在枕骨点向两侧一点放射。好，之后拿出第一片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升至45度。采用跟随修剪法完成。好，另一侧以相同的方式裁剪，同样采用一点放射分发片，将新的发片划分出来，将多余的头发固定，以第一片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升至45度。
好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裁剪第三片，将最后一片放下来，分出第二片作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升至45度，看清底部引导线下刀。跟随修剪法，好，另一侧以相同的方式裁剪，将头发提拉至45度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将第一区呢，修剪完成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将第二区呢，中间区域放下来。那么这个区呢，将决定我们整个发型后半部的一个重量感，是向上移还是向下坠。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控制这个区的切口的时候是相当关键的。那我们在分发片的时候呢，我们采用的是目测黄金点一点放射。什么是目测呢？就是我们拿黄金点这一点作为参考来放射我们中间这个区域。等一下我们在剪黄金区域的时候，它俩会更好的做一个连接。好，那现在老师会从这个地方进行目测一点放射分发片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出了第一个发片。那么这个发片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拿到第一区的长度为引导线，将头发呢还是拉至45度的一个位置。好，那么由于发片偏向于垂直，那么我们这个区的切口就非常非常关键了。同样是以底部引导线，如果我的切口偏向内斜的话呢，整个发型的重量会向下走；如果我的切口会有一点点内斜，那么整个重量可能还会向上走的感觉。OK， 那么这个就取决于我们的客人还有你需要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看清下面的引导线以后进行下刀。好，这样呢我们就设定好了第二区的一个引导线的效果，我们可以根据头发落下来的状况呢做一个衡量。哎，如果说这个重量是你想要的，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引导线向两侧开始修剪，整个这个区域的修剪法还是跟随头型的。好，进行修剪另一侧的第一片，目测一点放射分发片。好，以另一侧和底部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拉至45度位置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裁剪下一片，继续采用目测一点放射分发片，以刚才
另一侧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修剪。以相同的方式向两侧修剪。跟随头型修剪法。切口呢也不变，那么唯一的就是修剪法做了调整。全部固定到一个位置。这一侧完成以后，以相同的方式裁剪另一侧，同样采用对角向前分发片，以后部为引导线，将头发采用固定至一点，以后部为引导，将头发裁剪掉。
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将两侧区域全部裁剪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裁剪顶部区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将啊整个边缘区域全部修剪完成。啊，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渐进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开始剪溢出层次。因为这款发型呢是偏动感的，所以说当我们在剪这个溢出层次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以下边的重量为一个标准，为一个参考，不然容易造成层次与重量的一个脱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修剪后顶区的一个位置。好，将头发梳顺以后，我们开始在黄金点一点将两侧分开，之后进行向两侧进行一点放射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采用我们的移动移除技术，将头发提拉至90度，看清底部的长度，作为引导线，采用点剪呢与下部做一个连接，注意顶区的长度。好，继续向两侧裁剪。那么首先我会将这一侧裁剪完成，这一侧采用一点放射分法片，以另一侧呢作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拉至90度位置，采用点剪进行连接。好，边剪呢边向上移动，来完成移动移除的层次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以相同的方式将后顶区进行裁剪完成，继续采用一点放射分发片，将头发提拉至90度垂直头皮位置，以底部做连接。好，向上移动，产生移动移除层次效果。好，剪好以后以相同的方式修剪另一侧。好，继续向两侧修剪。跟随头型修剪法。以相同的方式向前移动。另一侧以相同的方式完成。
切口的状态与引导性，将多余的头发裁剪掉。好，另一侧相同的方法。将所有头发全部提升到一个位置，另一侧相同。经过结构的裁剪以后，我们大概呢把发型的整个的技术和形状都已经裁剪好了。那么整个的发型的感觉会给到你很有层次感、很有动感的感觉，同时呢会感觉整个发型呢会有很多的厚重的和饱满。因为这个发型上面呢我们用到了我们的渐进技术，整体看起来呢会比较饱满一点。接下来我会把头吹干，做一个柔和的处理，最后呢也会把颜色染好，最后把效果呈现给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剪一款我们动感部分的动感短发。这款发型呢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一个移动移除技术，还有呢就是剪的一个凸面的效果。那么整个发型的动感呢和重量感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感觉。那么因为我们整个剪的移动移除，我们会有
固定，这样针线会更加的清晰。好，以刚才剪过的这一片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拉到90度位置。向下移动，边移动呢边去角。继续采用一点放射分发片，以后部为引导线，
向下移动。好，高低影像变化首位。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修剪。好，后半区的最后一片，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完成，以后部为引导线，将头发提拉到90度位置。看清引导线，连接完成。向下移动。到这个地方呢，要注意你的角度，不要降得过低，因为呢，发际线已经提高了。好，另一侧呢，相同，以后部为引导线。将头发提拉到90度，向下移动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后半区的修剪。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后部的最后这一片为引导线，把两侧头发呢全部拉到这一片来修剪，以这个切口呢为引导线，这样我们整个凸面呢会越来越长，让两边保留一定的长度来修饰脸型，同时呢上面呢保留一定的层次感，起到一个蓬松的效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修剪前半部。好，采用对角向前分发片。拿出后边的一部分为引导线，将头发固定到引导线这一片进行修剪。向下移动。这样呢，可以更好的跟后部连接，层次呢也会更加的自然。好，另一侧相同，对角向前分发片。相同的方式，向后固定，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向前修剪，对角向前分发片。那么把刚才剪过的头发呢，继续抓到手里边，这样呢更好找到我们固定的位置。
向后提拉伸一点。逐渐的向下移动。好，这一侧相同。全部向后固定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凸面呢就会越来越长的感觉。啊，这款发型主要带给我们的思维是，凸面呢不只是可以剪成一样长，它也可以让某个地方呢变得越来越长，来修饰我们的脸型。同时呢，我们采用移动移除技术呢，可以让整个头发呢，变得更加的很自然的一个层次。好，经过裁剪呢，我们完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修剪，那么整个看起来呢，会有一定的饱满度。还有呢，发尾呢会感觉很自然，层次呢也是非常均匀的一款发型，啊，整个呢它是一个凸面圆润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最后呢我们会把头发呢吹干，做一个发量的调整，啊，谢谢。好，经过结构的裁剪，我们把头吹干以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基本的层次的一个变化，啊，还有形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发量呢做一个调整。那么由于是动感的发型，所以说我会在头顶上呢。做出发干的一个发量的调整，让头变得更加的蓬松。如果说你希望发尾柔和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调整发尾点剪就可以了。
客人在家里不容易打理啊，平时呢简单一吹就可以。如果头发很重的话，像他这样的发质呢就会很容易贴到头皮上，所以说感觉呢发型就没有了。OK， 那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后边的饱满度啊还是存在的，就上面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层次。好，那么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染发啊，把头发染好以后我们做造型，把最后的效果呢给大家看。